今天的晚餐，林强会跟大家分享他退居幕后的心路历程，并对当年的向前行有全新的注解。上菜上菜。为了迎接今晚的嘉宾，阿渊全家总动员，以半桌的架势开始上菜。我来吃我的口味看卖啦。一定的啊，你虽然喜欢母啊，不该吃，那鸡也该吃。听到鸡，林强脸上闪过一丝为难。这好啦，加青草的好啊。虽然堆出笑脸回应主人的盛情，但在行前采访时，林强对今天的晚餐有个小小的期待。当然是让他们简单一点，方便做最好，不要像那种结婚啊什么请客一定要煮很青草啊这样，不要就不要，而且还要替我塞自己，我不要不要。阿弥陀佛，你是有在念佛吗？我有在念佛。可是没有吃素了，就是尽量吃素。不知道客人心事的阿渊开始强力推荐妈妈的独门料理土鸡米糕，这道菜是阿渊过年过节才吃得到的好料。既然都来做客了，林强选择以随缘的心情感谢主人。刚刚这较好食，这是开会，这啦，这我来开会。谢谢。这那迄落规气都家己吃啊吼，这外口迄家己鸡巴饭，逐间拢爱错的。欢迎你来，感谢。欢迎哦。欢迎。你饮酒哦？我无饮酒。一向以酒会友的阿渊一定没想到，当年形象颇为叛逆的林强竟然滴酒不沾。你看三老林，老林，有一个叫做那个陈升的歌手，你敢不知？然后十几年前我拄仔出唱片的时候，因坐我去那个 pub， 啊讲，哎，强的你袂歹来，一杯你爱啉袂？哦，啊，等我叫一声陈哥，后摆。应该的路我带你听，人都安尼讲啊。无你嘛就知。啊，边啊拢全朋友啊，啊一杯差不多，差不多安尼六七分满的，我也唔知影啥，就安啉袂。啊，讲谢谢三哥，我来好食。过差不多，过差不多二十分，我就知唔对啊。我拍谢三哥，我先等啊。我先等。阿姐，我知。我知唔对，我像啊足奇怪，对，我拄啊坐起人家等伊家厝诶，开始一直吐，吐袂停诶，吐甲，吐甲迄个胃已经无物件啊，嘛要咧吐，啊我目睭唔敢闭起，闭开尔，规个天花板啊，我搁壁伫遐，哦，我困袂去啊，下早起来嘛是宿醉，尾后我敲电话讲，迄个森哥，你后摆若要出去啉烧酒啊吼，我绝对袂甲你去。你若要啉茶，我就跟你去。来到嘉义做客的林强，想起当年曾在嘉义拍电影的往事。当年他可是演个小混混呢。拍《南国再见南国》啊，对，就是来嘉义拍，就讲台北一边，佚佗啊，走来南部这咧，这甲一寡团员遐乱输来啊，要赚钱啊，做啊，做啊，要讲这。你就活了真歹啊！我老公，你若袂晓搬吼，哎，电锅会帮你烹个，电锅会帮。出门的时阵吼，你穿二十四分穿个，啊去迄个冰冷袋买两包。啊，一个电锅帮你烹个。哦，啊要食冰冷个吼。啊，冰冰个较远个。食个啊，分食个。你每工安尼出去，你着，逐家己讲，你着是迄个啦。所以拍《南国再见南国》，我讲，你若毋是一个职业演员然后，有当是一寡代志，你会使用思考，用想讲要安怎搬，袂使。袂使讲哦，我唔捌演过迄个手脚环，你怎啊去银行手脚？你知影？你懂唔知我意思？袂使安尼嘛，对啊，就是袂使安尼啊。所以我即种是戆法，戆的表演的法，是学专门学袂晓演戏的人用这招的，是安尼。所以我拄仔讲这招危险，就是你无法当回来。
不是无法度回来，你足歹回来，因为人啊吼要学歹啊，真紧。学歹真紧啦。有够紧的啦。系啊，因为你找到一个好理由，无人跟你管啊。我是要，我是为着要报你。爸爸妈妈袂甲你骂。无人讲你。提起父母亲，林强透露他也是来自农家的子弟。我妈妈是乡下人的，种田的，十一个兄弟姐妹。现在还在种吗？现在还在种，舅舅他们都还在种。啊，我即卖人活伫爸爸妈妈这个时代，我要去发展啥？你巴肚食会饱的，那你要发展啥？你食较歹的。说起和父母的两代冲突，林强也是过来人。我爸爸妈妈是。我出了唱片之后，他在电视上看到我唱歌，今天拿红镜啊，人家知影，我无得讲，伊刚知影讲我要去台北要食迄个电影，是伊妈的头路，啊，哪会拢做做，干那伫个迄个唱片行要卖唱片，我当初啊，我妈就讲，你若要卖唱片啊，吼，等下咱家己出，来，我给你钱，啊，你去去买唱片啊。我讲唔是，我想要做音乐的头路，你搁小等一下，我若真正袂使，我就等你袂离开。我搁试看卖，因为爱怎，我细汉就袂晓读书，所以阮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就讲，你啊吼，莫去学歹啦吼，就一啊正当的道路啊吼。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莫想伤济。阮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。所以我讲，我要唱出唱片的时候，我唔歹势来讲，万一若无出着，要来啦。会闹鬼啊！会闹鬼的，讲啊无咱做到，啊你咧电视看，我话较早，恁囝一直要讲要做伊嘛头，就是安尼啦，是要开唱片啦。所以讲，爸爸妈妈用包容，啊时势用感恩，这才正港的迄落，迄落相处之道。就是安尼，袂使讲哦，恁大家是这是恁应当的，这是你的家己的迄个义务甲责任，甲无关的。想叫你要大家生出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唔该拜托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就去台北，想法是讲啊，毕业无努力来啊，想卖拍电影过来做做。做啥我冇他做。哈哈哈！哎，喜欢听你啊，我见他真容易。在美迪卡做啥个鬼经理？如果当时林强和阿渊都回家种田，今天晚餐的话题应该是收成和肥料喽。啊，今晚还没得听啊！啊，今晚还没得听歌了。今晚都会做一个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年超人气的林强淡出流行音乐界呢？不再出唱片的林强是深藏不露，还是担心破功，或者背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理由呢？当年歌坛的村风笑脸虾，面对现在流行歌坛新人辈出的现象，颇有几分感慨。你看电视啊，有些囡仔话唱的，要求。你恁唔知咧，从细汉连妈妈的巴肚底就开始练啦，妈妈就遐啊唱蹦唱就开始蹦歌啊。林强怕的应该不是后起之秀吧？歌迷阿渊对于当初让林强从幕前走到幕后的真正原因非常好奇。我的女觉得你当初在娱乐世界，我的世界要一摇你都完全离开这个环境。流行音乐就刮车了。对，现在都是你的，就安尼。我感觉我袂怕。阮做遮音乐工作，像大部分拢会去反省家己嘛。就是讲，你今仔日会趁钱啊，但是趁钱，你会感觉奇怪，就讲，啊，我哪会过了阁无快乐？还有是喝啤酒。啊？嘛是同款嘿。不啤酒。但是我感觉迄种不啤酒啊吼。趁反正就讲啦，淡薄啦嘞。是。淡薄啦，咱安尼吼，慢慢来做，慢慢来做啊咧。精神上唔是物质。物质你拢有啊，精神上你感觉奇怪啦，拢食后阁袂好，是安尼。下讲是因为安那，你怎？你伫个五六界要甲人趁钱，要甲人盘攞，内面有一挂迄落佚佗的一挂规则啊吼，你甲因伫遐佚佗，你感觉有哪是啊吼？每工啊吼，拢足意义，拢足假，
甲人讲一寡话，都毋是家己想要讲的，就是为着遐名，甲为着要钱，所以出去外口甲人伫遐咧胡白讲，啊，转来就讲，我靠，我今仔日就啊无话，无话侪钱啊，讲遐啥物话啊？你知影我意思无？所以有当是逐工伫遐，感觉我真假。哦，啊，赚遐钱赚啊真心机，啊，讲遐话讲到安尼，啊，逐工我是公众人物嘛，所以我好在去看大家想要看的迄个人，不是我家己啊，不是我家己呢，伊大家想要看，我咧唱歌应该，就安尼过较生活，有当时阮妈妈讲你出去啊，无穿啊，你嘛穿啊水，逐工遐水，人毋知影讲你是公众人物，你是歌星。我常常感觉我毋是歌星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的工作是做音乐安尼尔。不是要去搬歌车啊？你知影我意思无？别人做可能欢喜，但是我会想的啦。我大概做代志，我拢会去想。听了林强在娱乐圈的适应不良，阿渊也感慨地聊起艺术市场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我是艺术外的目标，我想要做，我对伊个台北的艺术环境，其实是做垃圾的。每一个环境拢有好有歹啦，做垃圾，其实老师嘛内面嘛有了，怪伊太难，就是伊个操作方式，甲迄个厝，迄个伊，伊本地无啥物名，不过伊大家讲好要甲请个，不过伊物件嘛无啥，啊，就是讲所有物件拢是，伊迄所有台面物件拢是假物件较济啊，所以讲对迄个环境愈来愈无想要去做迄个环境的物件，我惊讲以后我会变成甲伊同款。所以讲，我有看着这物件，所以讲我都是都是无想要去赚遐钱，去做家己较要紧。两个出外人对大环境的感叹，让阿渊的妈妈忍不住说起乡下人的拿锄头哲学。啊，像我是拢举头，哈哈哈！我着这个日头举好势就好，我拢无咧想啥。我是安尼啦。是较大，比较重。但是即摆看起来，较大比较重的啊，心情较会轻松。粉丝团来的，都是做第二团。安尼看，伊要告这无？这三个都是画画的。哎，是哎。在门口先尖叫三声才可以进。那我们刚叫过，我们重新回去，重新来，走，重新来一次。啊！好像这声有点弱，我第一声还有点。好假哦！哎，飙毛去啊！我今天有挂歌手。会来，所以说大家就想要来。那应该大家还不带带来去。所以你主要请我来，就讲你较早少年的时阵，有迄个误入歧途，一听到我的。应该不是误入歧途，我当然是真的是从高中就听你们的。90年，你们有差那么多吗？我1990出唱片嘛。你那时候出唱片，我是读高中。我高中时阵听你的歌，无错啦，是啊，无错啦，无错啦。就是奥运很年轻，这样讲。干他一那多次。其实他很多词，其实就像说那台北应该是他的家。当时他刚刚说到，其实我当时也觉得，其实那种感触很深，就是从一个外地的中南部的小孩去台北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有一些歌词里面所讲的东西，其实跟自己的当时的心情。阿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 Hyung Zeng Gia 对中南部年轻人的影响。他的东西当时在台湾的台语界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有创造力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。应该说，在台湾的台语的音乐界来讲，也是一个开创者。不是。让歌迷崇拜不已的林强，对自己当年走红的经过却很不以为然。黑名单工作室比我早两年，但是你的黄明辉，你的干了我红了。啊，我来讲是安那红好不好？我来讲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迄当阵啊干了三台电视尔，三大报尔，凊彩什么人出来嘛红？你找了，都看到我啊！阿伯，你没看下？黑名单有吗？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上电视啊。确实，因为他们的歌都被禁啊，里面有牵扯到政治啊，所以我讲黑糖主要俩青菜姐卖过了，青菜姐啦，你也在唱台语歌，切来切去，老马看到你，那有可能没啊？
对于当年脍炙人口的《Hyung Jaeng Gya》，林强也有另一番深刻的感触，让大家跌破眼镜。有七花五人组队，大家拢要去都市打拼，啊，迄个故乡的这些代志，我客人都拢外在，拢免遐感情。我感觉有当是我的迄个幻想起来的，即条我无一定讲好。听起来，《Hyung Jaeng Gya》对年轻人的影响，真的让林强觉得很内疚。所以我进去的是整个商业的体系里面去，靠很多唱片公司的宣传手段、媒体的运作、包装呈现出来喽。而且，讲个清楚声，迄大部分拢是假的。所以我讲你误入歧途，叫我骗你。你知影我意思无？但是还是蛮爽的。所以啊，所以我即摆来讲，我今仔去做这个代志，人的感受那是正面的。我感觉我做的代志够好，啊！若听到我的歌，敢若想要去探机，我们要向前看，你知影无？规工敢去追求迄物质，迄我感觉我就罪过。你就做牛做马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分享了Hyung Jaeng Gya的心情，林强对返乡创作的阿渊十分敬佩，尤其阿渊的面具只做不卖。是，有甲卖对我生活无帮助啊，无较大的帮助啊。譬如讲，我上大的希望是要经济干部先啊。啊，你卖一个，甲卖几千块啊？啊，对你要起厝，敢有啥帮助？我生活会贵得多啊。啊，因为我无想要卖起啊。所以后摆做阵是要蹲起来啊。嘛，不一定蹲，敢有真正有欠收，敢来卖。没有啦，有欣赏的让你来出来卖啊。对啊，他有朋友很喜欢，他就会卖。有固每年还是有固定的朋友会买。但是那个只是生活。林强突发奇想，给阿渊的面具创作出了个主意。安尼你拢来做那个挂落去，变做一个好人还是善良的？你说你若挖一只囡仔地，拢大家拢飞跳，拢好了，教读册。啊，当大人当袂过埋地嘛，好些。所以啊，我讲有啊，你若真正来捡一种那个囡仔地，还有有差哦。那应该弄跟一些能量石集合在一起。啊，你妈妈就较放心啦。未来应该嘛，啊那无变坏啊，嘛无啥物好烦恼的。我安尼好啊。啊，无够趁钱。我家仔拢死拢拄啊。虽然冤爸冤妈根本不知道林强是谁，还是用饭桌的气势招待我们的嘉宾。努力地陪儿子媳妇儿跟林强打成一片，充分表现了嘉义农村人家的淳朴与热情。而林强与这家人更是相谈甚欢，流连忘返，为这餐饭延续另一个高潮。阿姐，我太厉害了。真的哦，啊，定来这个改改。其实本地拢想要暖伊，啊，对，了家己搁个修理理的。是嘿，这个会使真正会使挂咧，就是会使会使。啊，有谁有捌来同伊照过讲，伊要表演啥，要挂这去表演？有朋友照的啦，拢照着照朋友啦，唔过拢不是小剧场。吃完晚餐，阿渊带着林强参观自己的工作室，并且搬出两把用漂流木做的椅子，请林强挑一把作为今晚的礼物。那我选这个。这都全部材料都在海边捡的。啊，这什么皮？麻布。啊？麻布啊，个菜油菜。这是上油化颜料。哦，油化颜料。对，了解。更给叮当了。哦吼，了解，多实木呢，哇，这个轻，这只好坐啦，这只好坐，但这只坐较正，哦对，其实这只坐较正，安尼坐这只，哈哈哈，较轻吗？搁较轻。原本坚持不再唱歌的林强，抵不住主人的热情要求，开了金口，拿起吉他来一段自弹自唱。某年某月，为某一天，留着一张破碎的脸，再一看口罩再见。
不是那个痛在跟这个地方不太对。说要有歌谱啊，我无力记啊。其实音响调真的蛮爽的，然后确实跟他坐在一起吃饭喝酒，他还没有喝酒呢，一起聊天，讲一些东西，讲一些创作的部分，我想想家庭的一些状态、创作的态度什么的。其实他给我的之前我对他的既定印象，跟现在自己去了解、看、去聊天之后，觉得他的人跟作品是一致性的，是很真的，所以说非常棒，非常棒的一个人，作品跟人是一样的。那我跟他最主要的差别就是，他是已经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回到他家里来跟他爸爸妈妈整天相处，然后有一个工作室来做，然后我没有，我只是偶尔回台中，然后工作室还是在台北士林。然后不断的在士林一直有不断的配乐的工作，那我再想想说，今天我就会反省说，那我一定要在台北工作吗？我不能够回去台中吗？你跟我来来哦，来哦，对了。一个是返乡创作的游子，一个是离乡打拼的旅人。阿渊跟林强极其相似的成长背景与心路历程，让两个初次相见的人一见如故，也擦出发人深省的火花。